高雄去年底公开豪宅金城，在揭露的五笔成交资讯中，竟有四笔是同买家，口袋深的原来是上市公司可宁卫董事长杨庆祥。金城建设透露，买方是高雄上市柜船产老板，购物想自住及长期持有投资。也有读者爆料，这就是杨董买的。这四户分别买在29到31楼，对照地级成本30、31楼，所有权人为合昌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经济部商业司登记代表人杨李碧莲。而29楼的两户交易都是中信自然人赠与阳性自然人。可宁卫成立于1999年，专注有害事业废弃物清除处理业务，将垃圾转变为黄金，买了4间豪宅。你看，这有几个人办得到呢？